17分17秒，好，一开闸嘅时候关键时机响后面啊，尾二位置咧仲有呢只好比巴啦，咁啊尾三咧红三嗰只咧就港灵王嚟噶，前面快噶嘛，苏哥利入放，外边仲有收到回来，最出咧红眼罩嗰只就安喜啊，中档位置黄衫黄帽加州大帝内栏粉红眼罩，第五位咧就中心美丽啊，出边红眼罩红衫咧仲有帝豪宝宝第六位，中档紫色衫咧咁啊仲有呢只喷火龙啊，再后边嘅话赤火神龙内栏嘅中档位置有家财啊，响出边啊请紧我来啦，内栏尾四红衫港灵王啊，后面三只咧有呢只喜佳龙啦，尾二豪比巴咁啊，暂时大堕后，关键时机嚟嘅。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安喜咧就放噶啦，接嚟咗个几新位苏哥利同埋首度回来分列二三位，内栏第四啦，有呢只中心美丽啦，咁啊隔篱拍住个好大只嘅加州大帝啦，外边帝豪宝宝啦，马林中间后边仲有喷火龙啦，港灵王移咗出嚟二搭先，再慢慢攞出去外边，出边嘅马仲有只加财嗰啲马，斗到嚟最后咧200多米。安喜仲喺埋边占先噶，见到中心美丽埋边上啲，中档位置追啲手到回来啊，出边上噶嘛，仲有帝豪宝宝啊，港灵王揾左揾右喺度揾紧位都揾唔到啊，外边冚噶嘛，仲有请跟我来，最后100多米，中心美丽埋边透出，见到嘅就喜佳龙上紧，喷火龙追紧，中档位置仲有呢个手到回来，出边追港灵王过咗第一名先，中心美丽系咪有机会到先呢？咁啊，因為後面有啲塞啊，有啲阻咁樣追佢嗰只灰馬喜佳龍，11中心美麗已經出咗嚟，埋邊灰馬喜佳龍一路追緊佢，後面嘅馬咧內欄喜佳龍，中間首度回來噴火龍，外邊港靈王幾隻馬近贏咧就中心美麗贏，食個尾虎莫雷拉，灰馬嘅喜佳龍啊跑過第二，三四名睇下啦，釘落去首度回來第三，第四有機會可能係噴火龍添。港靈王真係慘，塞咗唔知幾耐。第四要影相啊！真係唔知塞咗幾耐。塞咗好耐啊，揾咗好耐位。最後衝勢都好勁啊！